当地时间4月26日，西藏拉林高等级公路控制性工程米拉山隧道正式建成通车，缩短了拉萨、林芝两座城市间的距离，当地基础设施实现提档升级。整个隧道因这个4月20号贯通过后，那个林拉高速从林芝到拉萨由原来的8小时缩短了4小时，啊，节约一半的时间。据悉，米拉山隧道项目起于林芝市工布江达县嘉兴乡国道318线东侧，止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日多乡念村，路线全长18.181公里，隧道左右线长分别为5.727公里和5.720公里，斜井长1.045公里。全线采用一级公路双向四车道技术标准建设。中铁二局拉林公路米拉山隧道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文勇介绍，该隧道的建成通车极大地改善了拉萨、林芝两座城市间的道路交通条件，米拉山段道路变得更加安全便捷。往年基本上一直到5月份、6月份，米拉山整个米拉山顶下雪下大雪的时候，造成整个318轨道的堵车特别的严重，是吧？米拉山隧道开通过后，现在这些情况问题全部都得到解决。记者从中铁二局获悉，拉林高等级公路始建于2013年5月23日，于2017年9月29日，除米拉山隧道控制性工程在建外，全线建成通车，项目参建人数约达3000人次。那我们这个米拉山这个隧道马上就要完工了，就要通车了。那现在我们主要就是把这个最后一点那个路口那个封闭工作搞完，那个还有就是那个道路的那个路面的那个清洁工作搞完，就可以顺利通车了。据悉，米拉山隧道进出口海拔超过4750米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建设者们克服了高寒缺氧、昼夜温差大、隧道持续涌水、凝灰质软岩大变形等诸多困难。在米拉山隧道通车前日，除了部分工人做相关收尾工作之外，还有工作人员在隧道口安装智能除冰系统。我们就在这个隧道口这个地方呢，安装了100多米的这个智能的除冰除雪系统。我们通过这个路面的传感器和气象的传感器，自动的喷洒除冰液，防止这个路面结冰。据介绍，米拉山隧道的建成通车是翻越米拉山的18公里路程缩短至5.7公里，实现了林芝至拉萨的全线高等级化，进一步优化了西藏干线路网结构，改善了交通运输环境，提升了快捷通达能力，对于经济社会发展、投资环境改善、区域交流交往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。